样可以启动。对啊，那个月是我变十几万，你可以问他啊。对啊，四天算你赚钱了。因为只有十个下午的时候，肚子饿的时候，喝一杯真的。对啊，这种有一点全正啊，去泡那个浓汤，浓汤的感觉。有糖算了，像那种拉口味的，拉口味浓。就是它的味道啊，不会像一般的代餐型，就是吸脚。嗯，然后而且仙姑奶，我以为它喝起来可能会有腥味，但是没有，没有腥味，很赞。那个味道是很下、很入口的。如果要减肥，像我这样要减肥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可以买来吃哦。因为我一直那时候就想说我想喝，但是问题是没有喝。觉得喝起来很像那个海鲜浓汤。海鲜浓汤。对，以后汤里面就直接加这个。对，就有海鲜的提味。嗯，我觉得非常方便又好喝。好，赞。我可能泡太淡，而且都塞太大杯了，塞爆是不起。不知道是刚刚是谁叫我拿那么大杯。